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到采访到我们这家，我们先 focus 一下我们的店名，对对对，光阴倒流。好，哎，老板贵姓？姓王。王老板，对，王老板非常的友善哈，要跟我们介绍这一台历史悠久的留声机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，这台，这个是美国的那个胜利牌。我知道为什么叫 Victoria， 这里有写 Victoria。哎，幸好我懂英文。那个是在美国，在日本生产的，哦，这是1920年至30年的年代的产品。1920到1930，哦，100年了呢，快100年。Oh my god！OK、okay。小朋友不可以，小朋友不可以哦。你的品相就是很好，所以我换一首歌让你们听。好哦，好哦，老板要放歌。黑胶唱片是不是？不是，这是 SP 重胶。重胶，对对对对，比黑胶还要历史悠久。对，比黑胶还要早。好，黑胶还要早。OK， 好。哇，原来黑胶还不够早，这叫重胶。哦，所以黑胶。哦，加个大。哦。比华灯初上，我们最近很火红的一部电视剧，华灯初上还要历史悠久，100年呢、欸。那时候是我们台湾很火红的时候。啊，这谁唱的，你知道吗？OK。